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公主想会被夜魂环绕之境高难打怪活动原神 5.1 活动。公主想会第五关，这次 buff 是刚需那塔角色了，夜魂迸发就是，但那塔角色的情况下打元素伤害就会有，拿原石打困境即可。抽了纳塔角色的可以直接带，没抽的就用卡奇娜吧。第一波是三个机器人，咦，没啥难度。まだ釣るでよ。他给你期待对。第二波是一记龙兽，你让他开出加抗性就行。一个月，得要只拿给马虾。是的，当。龙兽摆动作的时候打他的眼，可以打断。まだだがマニ。最后是一个大宝加俩机兵。注意别被打死就行。再一个哟。等。你个设定。get, 好，我。